那这个录完了，假如没有来，比如说现在我们在 Team 里头开会，所以你现在可以连到 Team 里头去看看 Microsoft Teams，APP 或者网页版都可以，学校的客服系统里头就有了嘛。你登录你客服系统，那么这里都有会，或者这个，从这里进去也可以，看到这我先讲一下以后你们的成绩会秀在这里进来之后目前没有成绩，我是老师我也不会有成绩这一块。那我们成绩不是一试定江山的有很多种成绩比如说期中考的话，还有期中考加分的成绩。期中考实际得到的成绩，等一下都会详细说明立即前往 Team 进去看看。你登录你自己学校的账号必须用学校那个信箱的账号。小老鼠，你学校的账号后面加小老鼠，然后呢是 Uline 这个账号才是pccu.edu.github，老鼠 address 前面是你的自己的账号，像老师我是这三个字就是我的名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汉语拼音要懂啊，不要光只会字母音符号现在国际化了，中共强势起来，不管你爱不爱他这国际限制，在我们的路牌也都是用汉语拼音，还有我们在读国文，有时候你。生意用汉语拼音了解会比较了解，比如说君问归期未有期，这首诗好了，对不对？你家人可能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啊？你可以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当然你不会未有期啦，那么惨。你可能就是要没有课的时候才能回去嘛，对不对？比如说至少周末，那你看这个怎么押韵呢？期和迟有没有押韵？你说用注音符号或者用国语的话，你就不知道了。可是你看，如果你查像我们国语词典，要知道教育部国语词典，你打关键字。网络都找得到修订本才对。进来这里，你打齐，或者念鸡，我们一般念齐哈，点齐进去，它会有汉语拼音的，还有这个注音符号，不要光只会注音符号。汉语拼音，你看齐是 QI 对不对？I 上面还有一个长了一个毛，还有胡须。来了，那你看词呢？巴山夜雨涨秋池，对不对？那池和渠有没有押韵？你如果用注音符号不押韵啊，吃，对不对？七，然后吃。我这里查汉语拼音，你看，看到没有？有没有一个共同最小公倍数、最大公因数？看到没有？里头都有一个什么？而且都是长毛的，对不对？是不是都在尾巴？押韵不就是考押韵尾吗？你这要会啊！不要光只会注音符号。你大学生啊？大学什么意思啊？大学就是广大、博大的啊。等一下还是要带上的这礼貌性，能不能不要蒙个眼，蒙个照着嘴巴做你们老师是不是？这要知道，顺便提到这里
所以我登录的是我的账号 SSZ， 就是什么？不要上完我的课了啊、嗯，除非你以后退选了。因为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你到你的客服系统看我的名字，一定是要么就是像你们有很多同学取的名字是那显示不出来的，比如说你看那个。像我的有时候可能会跑出拉，不要以为我是顺手拉啊，怪字它就造字，上下两个其实就异体字，异体字就是声音和字的三元素是形音异嘛，啊，字形、字音和字义，只有字形不一样，字音和字义都一样的就叫异体字啊。这个体是形体的意思，单字想副词啊。教育部有一个叫异体字字典，你查网络。刚刚讲的国语词典啊，这是你基本要知道的、啊。以后人家问你一些怪字，你不知道，你可以查查这一本。啊、你看我的真有多少写法，正好讲那个真，不要再伸手拉了、啊、哈。手真，我是男生不是女生，人家手真就是女生啊。像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你老师，我不是读中文系啊，也不是读文科，我高中是理工科，师大附中的，啊，台湾师大附中。那时候去清华大学参加科学营，结果下新竹车站找不到宿舍，他们在前面找宿舍看你排到哪，男生宿舍没有我，明明有报名啊，不会吧？真的给我排到女生了，这是怎样？人家哦，手真好像现在，尤其一个真字好像都女生在用，就以为。这叫什么？对不起啊，恕我直言啊，这叫死脑筋啊！所以等一下提到一件事，就是要叫你们读两本书，脑袋要开化，尤其你们大学 expand universe， 不是 little， 不是井底之蛙的那个井，不是一个 hole 哦。要看到手真，手真什么意思？手速真超吗？所以有些人打字像你输入法常常还变成真超，手真超跟这个真有什么不同？这叫活文嘛，生活处处是活文，像你们的名字哪一个是用白话文取名的？很少吧，也不能说没有，像蔡阿嘎这个也是艺名嘛，对，直接用白话取名几乎很少，甚至还用一些怪字取名的。你们班好像没有，等一下我点名。见识一下，这是下一班的。我昨天整理这个名单才发现，跟我这个孙守珍一样，那个异体字，对不对？那其实我早期的身份证是上面那个珍，结果呢，电脑化，对不对？那个户籍单位电脑化的时候，他去查以前的户口名的那个手写板，哦，人家写的这个珍，他就一定要不会用这个珍。啊，之前你们可能。太年轻，不知道早期有那个，现在你们身份证都有那个雷射，对不对？雷射 mark， 早期没有那个的时候都手写的，就是这个针啊，写了一辈子签名也是这个，他现在要换这个，这没办法，电脑比较笨啊、哦，他不知道这两个是同一个字啊、哦，要分清楚。那学校没有这个字，他就自己造个字，自己造个字，你没装他安装档，对应错，就跑出怪字了。或者像这些同学，你看度猜什么不知道，还有打勾的，你看。哎，明明昨天有个打勾的，今天没有选，像这个都掉了一个字，就是跟我孙守珍一样，最后一个。像这个到底是两个名呢？这样看进去之后缩进来，就表示他是单名起字。像那个庄庭的话，进去之后没有缩进来，还多了一个空格，有没有看到？这就表示有一个字秀不出来。电脑知其所以然，你就知道他在搞什么。我还以为哦，庄凯、庄庭。这样对人家也不礼貌，对不对？然后问他，哎，你最后一个名字是什么？大名？你看哪一个是白话文？你说，那、啊、你如果写的是啊，我的名字都没有意思，只是 symbol， 只是符号，你服吗？你不知道你那时候爸爸妈妈多辛苦，还甚至找姓名学老师找，对不对？查字典翻的，学国文干什么？这一课叫什么？必修，通识国文必修。那大学还要上国文。到大学你才真正懂国文，尤其你有幸碰到我这个雷教授啊，网络上查我名字就知道我的恶名昭彰，是不是？你才真正懂他。像你说我刚刚说必修，修什么意思啊？我们第一课《兰亭集序》你们都读过对不对？高中是不是读过？里头有就有修字啊，修系事也，修什么意思啊？跟你的必修选修有没有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要搞清楚为什么用同一个字，这才叫国文嘛，不是啊？休息式的背背，你的答案是什么？来，马上搞休息式的，既然读过了，证书都拿了，所以才来读大学，不是吗？如果你这样，证书拿了还不知道，以后去买到什么证书的东西，不挂保证就要原谅你啊！你的证书也不挂保证，你不是高中文凭了吗？高中学过了，现在就打叉掉漆了，不行啊！那你的证书是干什么？你看现在什么都要什么认证，对不对？就认证就可信吗？你想想看你的证书就好，先刮自己的胡子嘛，一样道理。你让我来做你老师，我拿中文博士，是不是真博士啊？但是欢迎混，反正我也一本翻来混日子。他说我也是受国文教育长大啦、啊，大家都是经过国文老师，谁不读国文？刚我给你介绍，你看你看不讲你们可能不知道，我高中根本都不，因为我也不喜欢国文啊。他说国文也不好啊。后来为什么？后来我自己的志向想说人生的道理要了解。我以前第一志向我为什么去清华大学参加科学营？我师大附中一查，去问第十三届物理组长就是在下。啊，我不是国文组长，我是物理组。那时候还带他们到台大去做那个全相片，我用镭射拍的照片，那个照片。你撕掉之后，你还可以看到原来相片的模样，叫全相片。大陆好像叫全息相片，休息的息，全部。为什么我也怕国文？尤其每次考阅读测验，就像那个，这不叫阅读测验，什么叫行语？这怎么念都不知道，念音还是念什么？人家说念心你就怕了，你要懂为什么他念心啊？不是只会背心，你背那么多，背到最后还不是又忘？你是一门心智问题，是不是？当我要搞的好的休息室也马上回答，怎么那么多人没有人声音？休息室也休什么意思啊？各位同学，跟你的必修选修有什么关系啊？那为什么用同一个字？有没有老师或者你自己曾经问过这些问题 ？It's time to 问 ask this question。但是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活了一辈子，你们也是一辈子啊，我比你年长而已、啊、你用中文用了那么久，自己的母语你真把它弄懂了吗？为什么选修必修跟休息室也用同一个字？你们那时候老师怎么讲休息室的？会讲啊？啊？哇，会啊？证书问题，没有证书来考大学的没有啊？可是我是没有证书考硕士，大学不是给他退学，跟方面学一点考上硕士。哎，快阳女士，修什么意思？答不出来，这都不是深蓝字吧？还比这个好。那为什么答不出来？你当初学的时候就没有仔细嘛。一篇文章也好，一句话也好，甚至你要写名字，都是由字组成的。假如你 character words 这些字都不认识，你怎么懂呢？死背一些注释翻译，就说你懂了。生活中一大堆，我问你一个简单，有没有听过匪夷所思啊？那都听过，随便抽一个问你，夷什么意思、啊？知道。历年温柔是这样。然后我们国文在教什么？你教了那么贵的学费，学了那么久的国文在干什么？只知道匪夷所思，套装难题。就像我们装 Microsoft Office， 整个装了，结果你里头有没有用 SS 啊？现在 SS 要被人家骂嘛，所以你要买才装。套装要 Word， 也许你不用 Excel， 它整个都给你装，对不对？很一样啊，匪夷所思，整个会。里头仪是什么 ？Excel 在做什么 ？SS 在做什么？不知道。里头还有什么 Publish 有的没有？不是一样道理吗？休息复了什么意思？休息这件事怎么休？就像你选修必修，不会混过去。你去，既然你们都知道在水中以水洗涤身体，拔除不祥，是不是随便做一做，马马虎虎做一做，还是要恭恭敬敬？认真的做，你说呢？那你为什么又跟修理东西，我东西坏了要修理有关呢？甚至还跟什么有关？自己想，跟修有关的字想一想啊。没了，不可能嘛，这也不是难字。想一下词汇哦，句子啊，你怎么用修这个字？随便抓一个啊。对啊，修炼啊，修炼为什么也用修？还有嘞，讲身材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哦。为什么都用不修？是不是还李国修？我们说李国修真的是吧？那是人名用字嘛，他不一定有以上这些意思。可是你说他的国修两个字都没有意思哦，
他绝对也不服气。那修请问什么意思？我们刚刚举了那么多修，你觉得吕伯修的修，只要要解释这个名字，哎，你为什么叫义亭啊？义什么意思？亭什么意思啊？解释。修什么意思？修理吗？把国家修理就有叫国修，好不好？这答案好像有点烂，对不对？那如果别的意思，说修长呢？修长是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好吧，不是丑吧？是美吧？没有说修长的丑腿吧？你是说修长的美腿还是修长的丑腿？所以国修是不是国家的美男子？这美不是外表美而已，是才业，有那个才气嘛？他有没有才气？有没有听过李国修？虽然他做古了，没有啊。还是谁？国家的国，修养的修。当然他说修炼，那为什么修炼？修炼是不是你原来没有，要把它修得更好？是不是跟好都有关系？再来哦，修还没完哦。《兰亭集序》里头除了修习字，还有哪里有修？对呀、啊，老师怎么解释的？来教一下。你以前怎么学的？你的老师、你的恩师是怎么教你的？茂林修则修快，什么意思？你只会茂林修，来翻译一定会啊，连翻译都不会，你的证书真的拿得有点心虚，对不对？可是不是指责你，是以后只要你碰到人家有证书的，你也觉得很怎么会这样？要先问问自己嘛，你不是也有证书，你难道都保证吗？脑筋要开化，不要有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自己都可以怎么样，然后别人都不行，犯一点错。你看我们现在常常见到的现象就是这样，是吗？茂林修则修什么意思？跟我们前面举的那几个有没有关系？你就知道他为什么用同一个字嘛？那个竹子漂不漂亮？是不是很丑的竹子？绝对不是。那跟修长美是不是相关？那我问你，竹子是长还是短？哦，难怪用自然物来形容人物人事嘛。这是我等一下要跟你讲七星大法，这叫文学。你要懂它原理，原来这样搞文字，它才是活的知识学问嘛。背大堆字，你看你背的绝对不少啊，你才会坐在这个位置上，才能考及格上大学。那背的脚都是一些死知识，不会拿来用。我刚问你这些，也是你以前背过积累的、啊，你现在要把你积累这些知识拿起来活用，不是只背一些死知识就要过关了，就算懂了，答案就过了。刚一开始跟你讲到大学了。这国文课必修，你看就必修了，要不要好好弄？不是随便混啊！就是碰到我这个雷教授、雷公教授，对不对？我孙教授变雷教授，把我改名，行不改名都来先。所以我们上课是很轻松的，可是考试的答官是很严格的，你要把它弄懂，而且有大学生的格，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像刚刚我马上给你们下马威，就是修，你至少知道的多了，对不对？还跟生活有关，不是读史知识，象牙塔里啊，读大学，茂林修则则，哎，继续跟我中文。你现在也懂哦，修长原来是这样，修理是不是把不好的要修成好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好字在里头？原来它里头都有一个元素，最大公因数是什么？就好像刚刚看那个声音变化的，有吗？押韵分析里头都有一个最大公因数，都有一个一押这个韵，这里都有一个好牵在里头，把它串联起来，看起来乍看那修理。修行、修炼、修长、修细事业，看起来好像不相关的，原来它有关系。这种老师就叫它什么名字？表个原理，就好像你表现，你在座的哪一位，你所有的表亲都认识，很默契的举手。大概只是因为他是表哥表姐，对不对？甚至还有表字表嘞，可能在根本就没什么认识，就啊见面啊表哥表姐，没什么交情，是吗？看起来没什么，实际上有没有交集？他跟你的交集绝对比我跟你要紧密嘛，你们有血缘关系，我跟你还没有。他找出这种关系，文字也是，文字是谁发明的？人呢、欸？不是鬼，也不是动物。因为人是所有的精华和精神都寄托在这，很多人有的自然就投射在语言里。哦、嗯，这个国文或者你的语文为什么必修？你要真正认识他，你才不枉然一遭。人的和动物差别差在哪里？差在人有语言啊，别人没有。人的力气没有大象大，跑的也没有兔子快，不要说跟豹比了。你跟兔子赛跑看，真的我们是龟，它是兔。长得漂亮吗？你觉得漂亮啊？那为什么鸟看到你就飞走？所以才有成语都会用这个词汇，只有男人或女人觉得你漂亮，
谁认为你漂亮？别的动物才不觉得你漂亮，是不是？可是独唯独人有，别的没有的是什么？语言呢、啊？哪一个动物有语言？动物学家都研究有啊，有些动物有低等语言，对不对？比较简单的、啊，它也是从这里来。我们为什么叫灵长类？也是这个嘛。语言可以小看吗？啊、用了18年，觉得啊都会了，还要再学很多，你才知道原来以前你还是小孩子啊，现在长大成年，可能都你们都18岁要可以投票，可以决定国家未来。以前还是小孩子，所以老师教你死背，累积一大堆资本，你现在要真的把它弄懂，才不枉为你为大学生的身份啊。这个在我聊的，我讲过我们是把关严格，上课是轻松的。那等一下也会讲请假的问题，还有你别看我好像很严肃或怎样，甚至你看最近一个，这一定要跟你们讲清楚。我看的都很难过，可是也要正视，对不对？你看教学意见调查，最近的。对，继续之前跟你讲，你们的人都可以匿名留言啊，我们的管道很多 ，Slido SLIDO 啊 ，SLIDO slide 就是投影片 ，slide 有没有？他把后面的 e 改成 o 而已 ，slide 是滑片嘛，就是投影片 ，slido 这个网址，你打进去，用手机我们都可以滑手机啊，你们课啊。一开始不就秀给你吗？谁懂？你打进去之后，比如说像我这个，哦，开一个新的，跟我一起滑手机啊。所以都点进去之后，哎，对不起，为什么没有跑上？就这么亮一下就没了，接触不了。哦，哦，王子打了slide。进来，你打928，直接这里打928教师节很好记嘛，马上到了。你学叫我老师教师节快乐，还不如做这个。你是来学东西的，不是来，当然基本的礼貌做人是要有，可是只是应酬也没意思。这是给你什么？问问题嘛？哎，不行，他这个是要，他会吃我的。输入法，好，你打九二八之后按 allow， 或者这个箭头绿色箭头啦、啊。哦，我这个这里按928之后，你就可以进来这里。这你不用登录就可以匿名留言了、啊、有网页，主要是电脑也一样。我早上还留了，
留了什么？那个对啊，你看到这个就是啊，你现在可以打，反正是匿名的，你可以测试看看。所以有什么？那这个是网页，你看有人已经 M 了，对不对？好吧，那个解析度的问题，他那个秀不出来。老师新年快乐，很好。新年快乐，都快年底了。来，到处都是国文，笑笑很好啊，笑才会学得好。国文不严肃，可是考试是严肃的，不是混过去。平常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不来上课也会过关。你只要有本事就会过关，没有本事天天来上课也不会过关，懂吗？不是来发泄我，我马上考你哦。一般会不会写老师？不会，新年快乐，看到老师新年快乐。他会写老师就表示老师有没有省略？没有。今天我们说生日快乐什么意思？你都懂了，因为你学了18年。可是如果外国人来学，或你小孩子都学，他问你爸爸妈妈，或者生日为什么会快乐？是不是很怪？你有没有发现生日快乐这句话很怪？我快乐，你快乐 ，OK 啊，人会快乐，生日会不快乐？其实生日快乐要怎么还原？它是变种哎，因为它是白话文啊。我告诉我你们，马上帮我解读翻译一下。啊，不会，你为什么必修国文啊？你的国文还不行啊，还要修一修，不是吗？生日快乐，什么意思？翻译一下。生日怎么会快乐？人家问你这样怎么办？所以是不是生日在快乐？我快乐，你快乐，是我和你在快乐啊。那生日快乐为什么不是生日在快乐？你怎么给他讲解？是不是他省略了组织？真正的主人是老师在快乐，不是新年啊，是不是？他会读嘛？你就抓错了，读错。你今天读文言文，修气字眼，谁在修啊？当然是来平集训那些人嘛。他省略了，因为你知道，所以作文才会省略。不要说作文，我们生活也常省略啊。我讲一句话，我们是国文课，不是教你撒野。三字经最有名的一个字是什么字？什么叫干？树干吗？啊？还是贵干？有何贵干？高干子弟的干？一个干为什么你知道意思？因为你是不把它添回去了。干有多少意思？有树干、新干线的干，对不对？高干子弟的干，贵干有何贵干？有何贵干是很文雅的说法啊。对，有你要干什么？这个才粗俗嘛。贵干是文绉绉，生活还在用吗？那为什么一个干你听得懂？一样道理，我刚才讲死脑筋，你自己把它添回去，然后今天被人家骂干干干，你自己就把它添回去，你不添回去不就没事了吗？你就像外国人干什么？听不懂。所以有人骂这个三字经的时候要干什么，对不对？后面要加人，我们再说脏话。他也知道后面省略了什么，或省略了什么，这都在用国文。你以为骂脏话不用国文？都是。知乎者也，我们的明月其实有这种才叫国文哦，都是国文，都是国语嘛，都是你的语言和母语，你要懂它原理都一样的，内行看门道是看这个门道，这叫大学国文，懂不懂？开始 is time to 看门道，不是在那凑热闹背一大堆知识，生日快乐，白话文，白话文解释给我听，刚刚为什么还要我解释给你听？那人家问你为什么是生日在快乐，你怎么答？因为他在开玩笑，你从来没有问这个文法不是很怪吗？为什么会生日在快乐？这一个很有名的词，有没有听过？两情若是久长时，怎么样？因为我在讲白话文嘛，可是明明是文言文嘛，我指的白话文是你也懂吧？我没有举太难的例子吧？我生活在人间嘛，我是不食人哦，你也知道，以后跟谈情说爱还喜欢用那个。那我问你，我考你这句，
金风玉露一相逢，是风和露相逢吗？就好像刚刚新年快乐，对不对？看到后面有逢，前面就抓动抓主人，随便抓。哦，金风玉露相逢，那到底是谁相逢？牛郎织女相逢，是不是也是省略？就搞这个东西啊，跟干有什么两样？干是省略什么？主持受是我干你嘛，不是你干我嘛。那你自己要给他倒回去，以后听人家骂你干的时候，就是我干你嘛，为什么是你干我？你也没讲清楚嘛，你就会转了嘛，不要那么死脑筋。女人很重要，你才能够活得像一个人。我刚才讲动物没有的，低级人类也没有，是吗？你女人很强，你生活你的宇宙会不一样。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哪一个学问？你今天在座的都是各个系，只唯独可能没有中文系，对不对？你们要不要用中文？还是要啊？不是因为你不选修中文课就不要用中文了、啊？以后你的 paper、你的报告，以后去工作了，还是一大堆中文你要应付啊，不是吗？讲话都要用中文，除非你是 A 告，还是有手语，都有语言嘛。语言是人的灵魂所在。你看现在脸书这些东西，通讯的社交软体那么多。你在上面乱逛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看到的不是活人，你能分辨出来吗？像我妈妈已经往生了，可是她脸书没有分啊。啊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她是死人吗？自己也就很毛，对不对？没有人预设那是死人嘛，可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是活人呢？那你为什么觉得那是活人？因为他有文字，他有照片，你才发现人的灵魂是寄托在哪，不是肉体而已，是不是？哦、你要真的亲自看到这个人，我坐在你旁边才知道你存在。哦，文字多可怕，不要小看他、啊。哦，十八年了，我都会了，说谁不会讲中文啊？这一样的道理嘛。哦，这叫国文课，哦，这比较难。啊，新年快乐就不难吗？还是难？他刚问你就倒，所以你没有把这弄懂。这一次碰到这个，给你什么教训？以后不要乱抓前面当主。你记住这一点，以后碰到的时候，觉得怪怪的时候，就想想看它是个隐藏版，对不对？像家有美食什么隐藏版，跟着幕后元凶怎么样，你把它抓出来。要学的是学这个，不是背注释翻译本弄，背直基本功。要学是跌了一次跤，下一次不要抓错人。新年快乐变新年快乐，金风玉露相逢变金风暗又玉露相逢啊，是一样道理。抓到这个没搞没有？找到这个原理，内行看这个门道。你们要学的，上我的课就是学这个，他就会把它应用，不是在那知乎者也而已。背一些没有用的、生活用不到的是那个词汇干什么呢？对不对？那么辛苦背了要用上啊。回来这里，刚刚讲的。你看有什么拜托明讲，你除非说你跟我讲了我当掉你，你才不敢讲嘛。为什么要立名留？像这个是你学长留的，哪一个？应该是这个吧。啊，哦，有大字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又毕业了，也不知道被我当人还是没有当，你叫立名人有什么帮助？对不对？然后还说我好像冷嘲热讽，就我刚才讲的先礼后，也许我有时候激动或怎样，你不要误会，我伤害你干什么？假话熊你，被辱骂，你会想想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哎，脑袋要活一下，他老是怪别人，他主要真这样，我跟你对不起了，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对不起。宁愿学期末再留这种匿名，有什么建设性？那你真的觉得今天老师像我刚刚问你们这些，然后你觉得我侵犯你了，马上可以，尤其刚刚有匿名留言嘛，老师你刚刚怎么样？随时可以反应嘛，至少书写，不要到最后。当初设这个匿名留言是怕老师因为掌握你的生死，对不对？那我已经跟你宣言我不会嘛，我还有宗教信仰，不会给你搞这种。然后真的有你再来，怕什么那个好？不要，这有什么用？我只能说我没要的，我没事去伤害你干什么呢？
看过了没？什么刁难？什么时候要刁难你？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哦。不要这样，把人家都把他想成坏人。那自认认自己有没有学到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是我应该，你们是我最后一批学生了。我这个完了，我也要离开。就是这个原因嘛。你们何必再纠结？我怎么样做好，还是有不好的。那讲的呢？这样能不伤心吗？没，那留下来哪一天又害到谁了？又伤害到谁了？不是我所愿嘛，对不对？这个不能待嘛。就当时害怕，要讲清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测试完了就不要再弄了哈。像这个早八也一样啊，生活都是文言文的。什么叫早八？你们都知道，你们知道外国人的小孩子呢？那当你今天读古文觉得不懂，你就像那个小孩子有什么两样？你不懂嘛？当你用习惯，是不是你也觉得早八有什么什么会难呢？你也知道省略什么？早上八点。哦，省略跟刚刚类似，对，刚刚是省略主词，你这里是省略其他的尾缀，这原理都一样啊。哦，省略，你把省略的补回去，懂吗？就白话一点，不会那么文绉绉了，不是吗？那你也爱用文言文，为什么？早上八点多打两个字是不是很累？早八就懂了，何必打那么多？文言就是这样，文字写出来你就懂了，何必再打多写字？不是累赘啰嗦吗？你懂这个原理就知道为什么哦，像修息字也明明就好好的做修息这件事，为什么不讲成好好的做？他要用一个修，那一个字可以代表三个字，你要打一个字还三个字，懂不懂？修就是好好做嘛，很恭敬的。你看一个字含多少意思？那你用白话要讲多少话？好好的准备，很恭敬的举行，都是啊，都是一个修的包含在里头。文学美就在这，简单却丰。那我讲了一大堆，然后不知道内容很贫乏，是不是啊？跟这个原理有什么两样？因为喜欢简单啊，那么爱白话文就乖乖讲早上八点快乐嘛，这才叫白话不是吗？早八文言嘛，你不讲出早八两个字，你常用你才不会弄错。同音字那么多，它可能还形成早吃的那个早，对不对？干掉早八，对不对？就像干巴一样那种巴，锅巴。对不对？同音字那么多，你写出来他就不会想到那个八、啊，也不会想到那个早啊。所以文言为什么简洁？原理都是这样，你也爱用吗？像刚刚讲名字，你看你的名字最多只能用两个字，一般，所以要一直不断的简洁。没有人用白话文取名也是一样的道理，这都要去认识他，了解他，好不好？这个时代对我回去要看，或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看。啊，测试完就算了，以后不要没事留啊。那像那个受伤也一样，对不对？反正你匿名，我也不知道是你当事人啊，你可以讲别人帮你来抱不平嘛。假如我拿你真的侵犯你，王先生也绝对没有这个态度。可是当了原者无心，可能伤到你要讲，那我至少可以马上跟你道歉。不要像刚刚，即使我没有这个，我还是愿意跟你道歉啊。毕竟我伤害有的构成，可是你心比较开啊，对不对？那你又不肯具名，我怎么知道哪里不对？我要怎么改呢？你才不会被伤到。自尊心哦，不要那么强，对不对？你看那个，你看戏里头，你看大家都看过戏，那些真正的高人是不是都拉拉他他？有模有样，反而没什么。虽然他地位很高，那就真正的高人像洪七官，对不对？丐帮什么的，以为这个臭乞丐，因为原来是很厉害，他没什么自尊嘛，可是实力却是最强。你自尊之后，因为你一个自尊的墙挡在那里，你什么都，人家为什么有一句话叫不耻下问？你那么多耻，像你们上课刚刚问也没几只猫回答，就怕答错答案。你那么怕答错，你能学到什么呢？你缴那么贵的学费，左邻右舍也不认识，答错又怎么样？你后者里面，人家不是还有厚黑学吗？要用在坏的，跟人家勾心斗角，用在学习上，厚黑学很好吗？是不是？答错了，难道你会吗？你会你来答，你又不答。脑袋要弄清楚。所以你们必读哪一本书？上学期会抽考这个，我在课程简介都有了啊。
这介绍里头啊，参考资料、授课方式、参考书目，这里这个单位啊，期中考要考这个啊，你看这个书名你就知道不一样了吧？叫你看这个，你想得清楚和正确了吗？啊，我今天忘记带我读的这两本书了，下礼拜再记得，早上一个薄薄的而已，100页可能不到。下一期读另外一本叫《语言与人生》，这个可是不是非要读这个，你不喜欢的，因为这个书也蛮久了，这个书也是我老师传我，我以前，你刚刚听到我从物理系转国文系，我那时候是非国文的书不想读，结果就碰到一个老师，他就讲了一些西方哲学的。这就是西方哲学之类的，语言学、语义学啦，语义是意义的义啊，正义的义，或者意思的义都可以啊，两个都可以。语言的意思的这个学问，啊，网络上一查，现在都很方便，什么叫语义学？还有思想方法的书，那时候还不是硬着头皮，还好我听话，现在受用无穷，所以我也只好不尝试硬着头皮勒令你们。这期中考怎么考呢？扣你们10分，就10分就出这个题目。考你们有没有读这个书？那不一定要读这本，你至少去图书馆找到这本书，看它附近的是什么书，那问一下，确定一下，只要是思想方法的语言学，像我们是语言课嘛，语言学、语义学、意思的意、意的或是逻辑的书，你都可以看，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你考试只要没有看这个，你就把你看有心得、有感触的、有印象的拿出来，这十分就给你。主要是强迫你一定要去接受思想方法、逻辑。语言学、语义学的训练，你才脑袋才会开花，不要那么死板。像刚刚你看我们给你几个噼里啪啦的，你就知道你很多答案都死定在那里的，对不对？转，现在要开始活络起来啊！你是活人，不是死人嘛？那为什么是一个活人挂了一个死脑袋呢？下学期的叫语言人，哎，什么事？对，这是你以前读过了，那你就可以不读啊。以前假如你有接触这方面，有，我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接触这个。你不要讲一般生活，就是很没读过书的人也讲出来的话，就知道你没接触嘛。总要这样讲啊，哎，好像非接触这种书或知识的才讲得出来的。那我这个十分就不会扣你。可是你要啊？要打在哪里？怎么打在哪里？就是那个你的感想到我们的什么感想？不是，当然不是这样，我是说期中考，嗯，到时候会给你答案卷写，对吧？那你也不要怕十分，因为等一下会讲评分方式，只要你还是不读这个书，你可以用别的分来补这个分数也是可以，我们都是弹性的，没有那个，可是我得良心教学啊，该学的我不能说我得这个利益，结果来教你们自己尝试，对不对？啊、你们不读，我至少责任尽了。你不读，那是我带不动你，或者怎样，那是你自己的损失。我没有藏任何私。嗯，你看我之所以你自己才听我半节课，你觉得我这个国文老师跟你以前通过了很快吗？教你注释、翻译、背背、赏析，哦，讲得好美，你那很美啊。我就是要你每个字把它真正弄清楚，不要像诈骗局一样，弄得很美，打糊弄战。对不对？像刚干也好，修也好，每个把它弄清楚，那香港生活怎么用这些字，那才是生国文啊。嗯，我雷教授就雷在这嘛。我以前刚刚讲过，我以前也怕读考阅读测验啊，现在呢随便看，你看我 YouTube 上的录了好多实境秀都读书的，我几乎没参考任何书。以前哪可能这样？要看翻人家注释翻译，可是哪看得懂？现在几乎不要，最多找他的字典，也不是常常。甚至有时候你先猜这个字是什么，去查字典，哎，果然是这样，你就知道自己真的越来越厉害。这才是真正要学的东西嘛！你背那个，结果没背到的新的文章又是看不懂，对不对？那有什么用？那都是知识，哦、嗯。那你那个如果有试这个我们学校的 Microsoft Teams、哦、你可以看我们现在在录影、哦、应该可以测试一下，因为万一怎么样的话你得靠这个啊，
对不对？还是要试一下。先休息吧。我们都休息十分钟啊，我晚下课一样十分钟就晚上课。还有顺便提一下，像刚刚的同学一样，我们课是很轻松，你随时可以插话，对不对？像他刚刚也是突然问老师嘛，那这个我还可以给你加分。总而言之一句话，像刚刚你们看到，我没有意要伤害各位，只要伤害我只能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你是谁。要原则无心，听了也自己在暗自神伤，我好走啊。你是来学东西的，不要那么多小鼻子小眼睛啊。Thank you.
测试完了，不要再打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了哈。人要有一点格调哈。有些我看了，那不是我的问题啊。人在做，天在看，不要肆无忌惮啊。你要我开开玩笑可以，可是不要变成当然了。嗯，我不知道名字，可是啊。像这个都不用了啊，什么前方高能要讲清楚，好看吗？嗯、我如果有漏掉什么，你再跟我讲啊。没有，我就觉得不需要。啊，这里。肚子饿，你不是来吃东西而已，注意精神食量是要补充的。当然，肚子不好了啊，我是提醒你不要光死在这一点上。刚刚我看到有很多什么回到娘胎，回到子宫，开玩笑，人不要随便惯了。像你以后当兵或者服兵役，会知道不要方便当随便，该庄重的时候要庄重，可是不是叫你死板板。
可是开玩笑要有一限度了，只要变成常态的话就不好。啊，什么规矩？既然规矩先讲一讲，嗯。刚刚我有看到人就是这样冷嘲热讽，是讲我刚刚那个吗？那、啊、我刚刚那堂课下有冷嘲热讽，我只好跟你道歉了。我不知道哪里，我希望如果你希望我改进的话，你最好当我的指导老师。到底是我哪一个是嘲讽会伤到人的、啊？我不知道，即使有嘲讽，也是讲得很激烈，因为也不是针对人啊。那我讲的是不是事实？只要不是事实，哪里不是事实，你要纠正我，不是光一个抽象冷嘲热讽。如果是不好的东西，难道不应该冷嘲热讽吗？你要想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是冷嘲热讽是要去伤害的吗？还是让你知道警醒，就让人知道羞耻心，不要做不好的事吗？对不对？不要做那个低俗。可是我刚刚讲过，不是叫你都不要放松自己，不是。可是不能人只停留在那个层次啊，对不对？也没叫你紧绷，像我们上课，我叫你不专心听就怎么样吗？没有啊。可是你不能老是只是散散慢慢这样。那刚刚说回去读幼稚园或怎样，我刚刚有看到这个，开开玩笑就算了啊。只要你真的是这样，小心哦，一语成谶。万一哪一天呢，怎么回去读幼稚园？长大本来就要付出代价，不过大人值得。你现在大了、啊，为什么以前都要听大人话，以后人家要听你的话？只要你们那个谁聊谁聊你啊？对不起，我都是用这些俗话。只要你只是那个，就像大学生出去，为什么被人家说22K？ 是不是？只要你真的很有本事，谁也敢给你22K 呢？就是被人家戳破了嘛。为什么说草莓族或什么，都不是空穴来风啊？尤其社会那么现实，他怎么？只要你真的很行，他怎么敢瞧不起你？哦，像刚刚叫你们读那些书也是，通常你们大家都不读，希望你们要去读，自己要开化，哦。我觉得真的，以我教学经验教了那么多年啊，我以前，所以我最后年正好把握这个机会。刚刚有人说好像退休，我不知道，我理解是对啊，所以我这是最后年，你放心。哦，是不是？我也不想再那个了啊，不管有意无意，我是没有意啦。啊，怎么老是惹人家不快不厌？可是我来这里拿国家的薪水，拿你们父母缴的税的钱，我知道国文该怎么学，就要这样做嘛。你把我骂透了，吹千万人怎么样？有听过这句话吗？读书不是讲一套说一套，等到人家骂你就怕就缩起来。那孟子这一句话算什么？都是一群伪君子是吗？对的就要坚持嘛，不对的我们不好的沟通，哪里不好要沟通？不对，你国文难道像我刚刚上这一课，国文不该这样学，再背背注释，把你拿交卷？对啊，好啊，我好你好啊，大家好交差。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民主吗？对得起你拿这一个？刚刚还有人提到良心，是不是在问这个问题啊？我就顺便，人要注意一点事哈，即使全世界都没良心，你还是要有良心。至少我，你没有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活完了，我还要死哎。人不是荒活的，不要太嚣张。台语那句话，嚣张不留回复啊。你都没去想，你今天来宇宙诞生在这个地球台湾上。宇宙只有你活的这几年吗？那你来台湾生在这个宝岛之前，你在哪里啊？你想看你今天为什么考上文创大学？同理可推嘛，我一定努力过才能考上啊。你今天来做人，为什么别的动物比你低等呢？你想做滑手机这种快乐，也许是以前无量的宇宙，你就像我学佛嘛，你慢慢修才累积，才有才今天才能得到这个人生呢。那等到死之后呢，又不知道去哪。结果自己就像你好不容易考上文化大学，像刚刚还有同啊，好累，好苦啊！所以要刷就是这种人，你以为来大学来混哦、啊？就是难怪被人家说大学生不行，要刷要砍的，当然就是这种人啊。只要你是开玩笑就算了，不快乐我们可以快乐，可是不是降低该学东西的水平嘛？再回去背背注释班也可以啊，背背注释班，和我良心不安，抱歉了，我良心比你大，对不对？因为我还要死嘛，除非你保证我不死，那我就好、啊，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人总心中要有把尺，大家都怎么做是对的吗？大家都闯红灯就闯红灯，你就大家都会怎么样？都会这样，是吗？有一个例外吗？
所以大家都怎么样的，你敢靠，你慢慢靠啊。人家拿很简单，我们你现在活在民国，你才这个价值观。你活在清朝，你要女生，你可能还要裹小脚，大家都裹啊。你现在为什么不屑？以前都穿得紧紧，你现在为什么穿袒胸露背？大家都那个时代，大家都啊，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怎样啊？大家都会这样。人要有一个四分，为什么叫你们读思想方法逻辑？我们人的生命有限几十年，可是你智力无穷嘛。可是只要你甘愿受限于这个小小的井、小小的世界观、宇宙观的话，你不要拖我们都下水。我至少反正河水不犯井，反正也最后一年了。就像刚刚有提到，又不是我的错，不是我要选一个助教的错，反正你还可以退，甚至下学期可以退，我相信。可是你也不能怪我，也不是我勒令你来上我的课吧，对不对？那既来之则安，你应该是问说这个老师可不可以给你东西，你可不可以学到东西嘛？你管他是谁，说难听的，你毕业之后我们还有交流吗？那今天假如我拿给你钱，拿你的钱注释翻译背一背，你觉得这样比较安心啊？反正能过要文凭比较好，全天下国人都该这样教，对不对？不能只是立名的时候才能讲出来的话，却不敢摊在阳台下经接受检验，是不是？你看我 YouTube 的频道，我就把那个学生拍的那个备课程的教授当成我封面，不是吗？可是他们是怎样打马赛克，我的都是很素，也没有匿名，我就孙守正了。你看我 YouTube 也叫孙守正，都露脸了，也不打马赛克，是不是？不要觉得人家看不到，不，宇宙地球都不是只有人存在，人看不到就算了，那你也看不到你生之前是什么样子啊，不是吗？你是无中生有，像孙悟空要蹦出来了。宇宙眼界要看，你别忘了你来这是 university， 什么叫 university？ 那是英文，跟中文一样，都是文字，都有人类的智慧在里头。universe 就像你看 universe 环球影业嘛，在英文也是宇宙的意思，要广大，要开阔。哦，不是还是以前小家子气、小鼻子、小眼睛哦。你如果真的只是抱着混的心态来，这一个课对你很痛苦或怎样，很抱歉，这个我就没办法妥协。上课的方式轻松点都可以妥协，你要吃要吃，等一下会讲不能吃，唯有这个你可以喝，因为我们不是来远足嘛。刚刚说肚子饿，你真的饿，你出去吃完再进来都好，我们维持这个庄严是吗？你是来吃精神食粮的，你的脉不是负的而已。说难听，我没有针对谁嘛，对不对？我也没只能不要只做饭桶嘛。也许你又觉得冷嘲热讽，可是真的，只要你只会吃，不是来这吸收高等知识，那不是饭桶是什么呢？难道这个是污蔑人吗？科学你要怎么形容？只会吃，那这种呢？不容易吃，不容易消化，你反而都不吸收，对不对？是。这就是刚刚讲那么多，本课需具备，像以前有甚至外籍生不会讲中文，不会写中文来，那是学校的失误，不行啊！一定都是要伪造，我们是大学文，不是基础中文，应该没有哈，要赶快去退选啊！然后本课进度都在那个什么，是课程介绍里头，进度只是参考用的，知道要上什么，不是真的都挨这个。可是顺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不一定这一周一定就是上到这个。
再来课本呢，是这一本新版的，不要把买到旧版的，因为选课不同，可是我不会要你去买，你想办法弄到课本都可以，甚至我们教材里头可能都有，你可以参考。假如想要去买的话，在大典馆一楼的那个华冈出版部，自己去买，或者你们像团购这样可能会打折会比较好，这我就不管了。全校没有特殊推题，都是一样，期中考 30%， 期末考 40%， 所以 40% 你没有来考就是铁定当掉，除非你平常很有表现。我举个例子，像同学刚主动发问，可是不是光问一个就可以过啊，你平常很热络我可能就让你过，其实你期末考没考，你要有东西让我做根据让你过嘛。不是你是女生或者漂亮或者你讨我喜欢就让你过，你有本事平常有表现大家看到，哎，你也许你害羞内向不想在课堂跑线，课后哎你一样可以跟老师交流啊，对不对？刚刚也给你们匿名的方式了嘛，我也不知道假如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还是你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 不方便你表现的，你可以讲，不要只是上课没表现就在那抱怨说，一定都要我们上课表现才能高分，没有，你课后有表现一样高分，就看你表现的多表现的少。我那时候刚开始来教书的时候满怀热情，现在已经末代了嘛，那学长跟我讲说学校好像不成为你，至少每学期至少要当一个，我说我听到这我就不懂，为什么要当，大家都愿意学干什么要当，我学长就冷冷跟我讲一句，你不用 怕到时候没人当，结果我来教书当的人最多，你不要听到这就吓到了，我变态要当你吗？刚刚讲过啊，我拿你的钱拿国家的钱干嘛，你这种国文程度我让你过关啊，你要是说得过去，我哪一个不是奉公，你什么程度什么答案我给你多少分数，只要你是要好混好过的，那别的老师都可以过为什么你不行，别的老师他有他，我讲过大人生各有各的路嘛，我在为我死后在打算啊，不是他活得嚣张吗，他过他得到大家喜爱又怎么样，做的事该不该，是不是要大家都，刚刚跟你讲大家都不是标准，即使现在民主时代也不是，所以才有一个词汇叫做民粹嘛，为什么讲民粹，不管是非大家都怎样就怎么样，对不对，那不行的嘛，其他都好像像只要期末考是学校管的，有些人就可能弄错时间地点，可以啊，可是你平常都没表现我要怎么跟你过，我跟你过人家还以为我跟你有一腿是吧，我第一年教书就有人这样讲，老师啊你是不是要裙子短短腿开开的才能过，所以你们也不妨说，你看刚刚留言有很多不大好听的嘛，我们的教育怎么教这些呢，出去二十二 K， 现在我是不是又在冷嘲热讽，我只是就事实陈述，假如有真的碰到你吵到你希望你好，我爱之深责之切，不是要伤害你，不要那么容易受伤，我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你是来受教育不是来混日子的，缴那么贵的学费贵在哪里啊，平常成绩也是 30%， 所以你平常不好可以用考试补过来啊，我们考试像刚刚讲对不对，读那本书十分，老师我读了很多逻辑的书，我答案很多你只给我十分，你说我忍心吗，我对老天爷我也不忍心，对上帝我说哇这个答案好白纸黑字嘛，你看你们学长写的考卷我都有公告啊，到你们的客服系统去，希望他给力哈，所以什么都要摊在阳光下嘛，你偷鸡摸狗很抱歉我们道不同啊，你就只要你要闪你就闪嘛，我们也没有恼你，你真的要好好审视你这个人生啊，人不是光活着，你就带我这句话就走，除非你就永远活着不会怎么样，未雨绸缪，你看天气要下雨不下雨你要不要先准备伞，等到下雨来不及了吧，
人可贵是在这里啊，不是什么都等到碰到再说。你考上文化大学也不是要考试才来准备啊，你准备了多久？啊，我不给力的话，我用电脑版，你们手机都可以滑啊。科普系统啊，这个，颜色可能不一样，因为我这个护目颜色啊，关掉就好。有人说，老师你的怎么跟我不一样？啊，我懂得比较多嘛，会穿一些小背包，那比较保护眼睛嘛。你们这样看是比较清楚，刚刚是比较不清楚，字大小不算了，那就抱歉了哈。所以你看，人都会死在自己的点上，对不对？我只想到我护眼睛，没想到秀哥你看可能看那么黑麻麻，看不清楚。然后到这里之后呢，点这个讨论区哈，里头有课文讨论区，课内都在课文，啊，其他生活的可以在其他讨论区。然后这里有考古题，对不对？雷教授怎么出题，怎么考，怎么作答？我想看实力，你最清楚嘛，讲破嘴也没有用，直接回去，你看看你学长姐怎么作答。嗯，如果打不开，因为其他档案应该 OK。我的教材哦，因为里头有程式，他可能以为是病毒，结果就这个啦。难听集训，你看才考这么一课哦，所以我刚刚说进度只是参考啊，可是我最后一年我会尽量，因为我那个啊，自己去看吧。我们会高分的放前面嘛，后来不是，你看几分，为什么三个分数？57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一份考卷虽然可以拿到98分，实际上他只拿了57，懂了吗？我给你的两个分数，一个是你实际上表示你还有很多有问题，可是呢你有些又不错，我又不能这样把你干掉，这样对你也不公平。可是你要警惕，哦，我98还了不起，懂不懂？那120是怎样？就是他好的部分嘛，人不可能交出去的分数120，懂不懂？交给学校的就照这个扣了。我会斟酌你要扣几分，因为还包括刚刚讲叫你要读的书，你要不读的话，我就理由再给你多扣一点。学习总成绩也一样，所以你们不要怕破表，就像这个变120，我自己会斟酌。像学期末。你说我雷教授怎么样？当你的人多，在我手下99、98过的一大堆啊，当然没有一大堆那么夸张啊，可是有时多到甚至将近10个、10几个啊。当然我教三班了、我说99不是90啊，是可能10个左右。像去年最多去欧改方的，今年也会这样。我出题可能出很多，你就像自助餐嘛，你不要每道菜都吃，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会的答案。那你如果答的分数太多的话，我自己自然会跑。以前我都刚好配100分，结果你不会就死了。现在我就觉得该考什么，只要考卷两面 A4 的纸两面塞得下，我就都出进去。你会哪一题，你就拿就像去拿自助餐一样，我吃到饱为止嘛。你自己的每一题都会配分嘛，你自己斟酌。那这一题你要配5分，你的内容很多，又应用在生活上，像刚刚我们刚刚修，对吧？你还想要修长眉，对啊？帮你修的话。对不对？举这个例子，你说我要不要给你高分？那我只给你5分啊。尤其我们课堂没有讲到，你自己发现的，对不对？又有道理的，这一题5分，我就给你10分，往上翻倍。因为是智慧成长，你真的在学嘛？你真的有得到，但是你的不是我教你的，我教你的是我的，对不对？你是背起来，你自己发现的，那绝对哦，不用你背，你都记得，对不对？那才真学问啊，是这样。也不是说像刚刚哦，像如果想去主函正确，这学期读，你不读别的答得好，一样那10分就补掉。可是我只是说，千万就像我当初我也不爱读嘛，我一直想读国文啊，老师叫我读这个，会读啦，后来受益无穷，听话。我跟你也无用了，我害你干嘛？我还领这个分，现在我有责任心。就像同学刚刚，你怀疑人家有良心，很抱歉，我们这是有良心的，我不管人家社会有没有良心，那是他家的事啊，
他会死，我也会死啊。而我相信，我有良心死了以后，万一死后有，我不会去比较差的吧？天下有这个道理吗？你就赌死后没有啊？我不敢赌死后没有，科学证明死后没有吗？凭良心去想，宇宙的真理是什么？这很简单嘛。家宇宙不是你开的嘛？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大学 universe， 别忘了 universe 是宇宙，不要活在小小的台湾或地球上而已。好，再来这个，这样知道啊，可以去看那个考古题啊。然后那怎么答，对不对？他为什么可以拿那么高分？然后每一题都有配分嘛，你就知道这一题他为什么拿这些分。那不了解你随时可以问，匿名问你都可以。所以我刚刚说你们刚留了那么多，有些没营养会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对不对？你就留这个，还不如留这个。老师，这个为什么他可以拿那么高分？讲具体一点。嗯，再来是这个。点名的分数是占一半分数，今年跟之前一样，之前很多反应都说啊，我你看刚刚不是也有吗？标准不一，我不知道这到底要怎么应用，就干脆点名我就给你一个车马费来上课，因为我也不管你上课秩序嘛，只要不吵闹，当然不能吵，还有不能吃东西啊，不是勒令我你吃，我会提醒你，礼貌上。对不对？你是来吸收精神然后真的饿，没叫你不吃啊，你不然你吃完真的开着门，你不想错过上课，是不是？刚刚讲我们都有直播，对不对？现在都是云端化，你开着门在门口吃，就是守个基本的底线嘛。什么都讲道理呢、啊，对不对？那喝就可以，对不对？喝你就爱怎么喝，反正你要上厕所，像刚刚好像有同学出去，我们就进出自由。你最说礼貌上跟老师打声招呼，这是跟关于你人格有关的。你不跟我打招呼，我有什么损失？损失的是自己，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今天为什么我出门会跟我邻居打招呼？我刚讲过，我希望累积我死后的资本。我不管活着的人怎么做，活的人都会这样，不要被眼前那个假象骗了。哦，放眼未来，要看大局。即使不想太远的什么时候，活你还有几十年嘛。你今天人生要成功，也要看远啊，怎么会看近呢？谁会看近可以成功？道理是一样，只是我看的比人家更远更远而已啊。嗯，这个点名的论述大概就是65分，那、啊、怎么办呢？分数那么低，去年叫同学上台报告，又有人抱怨，刚那个对不对？刚那个意见调查就讲什么？那、啊、怎么办？今年你自愿报名，换我来讲，是不是？你看刚那一条留言，你们秀给你看，是不是那一条讲我缴钱给你干什么、啊？对不对？现在讲成这样。难道我都不讲吗？我怎么可能只听你讲呢？不给你补充或者怎样？那讲话都批评的这样讲的，你只要不，你想这个老师会完全交给你讲，然后自己在下面纳凉。唉，可是你听他留言，是不是感觉就这样？好像，对不对？变成教书的生推给你们，主要叫你们上还是你上过自己准备过，考试就不用准备，印象深刻，这个好利益也得讲成这样。结果你刚刚看到那个教学留言里面留好了，对不对？对，我正好一直在修改啊，所以今年就你就不用上台，不甘愿只拿65分，你可以用考试补或者课后补嘛，上课表现补，上课表现我又怕太主观，一定要很大家有公共补，才不会说、啊，因为有人常常反映说，他只是讲几句话，就我整节课都在上课，就他等一下再滑手机还是怎样，他就分数比我高，我怎么管他等一下滑不滑手机呢？有人就看这些，你有闲工夫看我没闲工夫啊？这样也不公平，我就不知道。我主要是奖励他的发言嘛，就可能这样发言，他分数会比他高，他的职位。所以我当然不会，你真的有像刚刚有同学，我以前你一开口我就给你加分，你就是真的很有表现，我就给当着这都是公开啊，当着大家面给你加分嘛，那没话讲啊，不要说哦。前面讲几句话，后面再划走，又或不上课，又或甚至在睡觉，又给你高分。老师，那个报告是要报告吗？报告就是照我们进度啊，我讲到哪你可以接棒啊，随时。那、啊、你私底下在跟我报名吗？你要报告，可是要搞清楚，我刚刚一直讲不是跟我讲翻注释翻译而已啊，懂不懂？所以刚开始你最好先了解或者看我那个视频秀，稍微看一下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答案，真的或者看考古。
不是只是阿朗休息是也、在做水边拔除不祥的工作，修也不解释，懂不懂？这样不行。那修解释，修就是做，修就是做这种答案行不行？也不行啊，做就完了，生活都不用修吗？就是好像刚刚讲，我还吃到底多修，对不对？生活怎么用修字？你把它融通嘛。这个准备了再来报告，跟大家 share 分享你的东西。嗯，啊，这当然你上台，我比他高分，没话说了。不要再讲，总不会他即使回去之后再睡觉，你至少没上台嘛。啊，不要再计较那个，我们又不是光看你上课表现给你分数的。每年都有这个，最后我们做的是啊，不要把人家想得多坏。一个老师能够面面俱到，那你自己都不表现不这样，那你不想再上课表现？刚刚讲过，课后也可以啊，匿名也，可匿名我没办法给你几分嘛，对不对？哦，小妈不要说我害羞，对我不公平哦，课后都可以哦，甚至你跟我约时间，哦，可女生绝对不能单独啊，公开场合或者两三个。假如真的只有单独的话，也要公开，我们去图书馆都可以啊。大学就是自由，自由不是浪荡随便，自由是学习的方式不是那么死板，可是宗旨不能离开，要学到东西，对，而且学到的都不是普通的东西嘛，要人家出去不敢给你22K 的东西嘛，而且也不是太深了，像我妈讲修，难道生活都不用吗？不是啊，讲知乎哲也讲那个啊，然后，这个点的名，它这里即时就会反映多少啊？这个占15%，因为你们还有写作的成绩，这总共加起来是30%。啊，写作多少？写作通常都落点在75分啊，除非你特别优秀。这两个，所以你平常不要觉得哦，我破百很多，你要注意还要跟那个写作算平均，才是你这30%平常成绩的成绩。这样知道啊？好，再来下一个。请假规定，我们都很自由的。我老师联络方式在这哈，介绍的最下面。刚刚你有看到介绍，就是考那个书，对不对？介绍，最下面就有我的，有 LINE 有什么？可是拜托，你如果给我请假，我都不一定不理你啊。你问问题，我才会理你。先说好，你请假直接到客服系统这里请。你看，今天有人请假，今天可能不点名了。这两个都你们班的吗？264是今天那个。那这个给不给他过来？给过，为什么？今天几号？他11号就请了，这个15号上午半夜请了。可是呢，我们8:10上课，假如你8:00:00已经是打钟上课了，很抱歉，我们不给过，不给我怎么样？不是就完啊？平常的时候，你要请你室友或者亲友，只要不是自己开个证明，不是正式的，写个便条，然后写个便条，不要说我睡过头，不要那么老实嘛，要学文学要身体不适嘛，你会睡过头也是睡不服嘛，你就讲身体不舒服啊，不适，适就舒适的适嘛，那文言文简单文言文，一个适就表示舒服，那你睡过头，我给你批准被人家传出去看到啊，睡过头也可以准假。我讲的自由就是这样，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可是考试是严格把关的，对不对？那这样怎样？不是这样就算了。那假如你做人吃饭，没人可以给愿意给你开证明，那这一次旷课你就是零分。假如你请假准了，因为课后超过时间嘛，就是40分。那假如你课前请假就多5分，45，懂吗？假如你8:09:59还没，对不对？就不准假，也不用看证明，可是也不能太随便，5次。超过5次太多了嘛，尤其我们不一定每次都会点，超过5次你就是一律都要证明，不管课前课后，因为太多了不能太泛滥，我们一学期也才10几周而已，还扣掉那个什么考试的，都要注意哦，好吧，这样有了解吗？不了解回去看录影嘛，我们的课程没有录影，那随时问都可以。这个刚刚在讲，给你什么 LINE 什么的，只要你加我或者脸书。要拿来请假用啊？问国文的不光是课内的，只要跟国文、语文有关的，我都乐意回答。甚至你人生，像刚刚有人说什么心情不快乐，可以啊。只要你觉得我可以做你的辅导老师，虽然我觉得我不能胜任，也许你跟我投缘，我也愿意啊。总之我就是做我老师该做的啦。可是其他
请假这个只是行政的、哦、你不要老是只是来请假、嗯、请假你就直接到客服，像这个同学的刚你看到的他就已经请了，他会秀在这里，那今天不点你们我就不会给他准假，我就作废啊，撤除假单、啊、就这个。所以不要超过时间啊，你只要上网还没上课时间到差一秒钟都可以准假，可时间一到就是要有证明，就知道、啊、不要超过五次、啊、那请假就是40或45、啊、课前的是告假，因为课前这比较有礼貌，多五分、啊、课后了再补假的就是40分，就是你不来上课有平常刚那个点名成绩有40，那你来上课才65，懂不懂？才差25分呢，懂不懂？就你来要有表现啊，或者要有那个，不要不来那么辛苦，才多25，你不觉得很冤吗？我主要给那么低，就是一方面我也没管你上课情形，你是来混的，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学到东西，那随便给70-80啊，不行吗？啊、嗯，我也不认识你，也许你很努力，那你可以用别的方式补啊，比如说课后嘛，啊、嗯，你课上不想表现，你看刚刚讲造字这里就是，对不对？嗯，这就是那个怪字。旷课不准假的当然就零分，然后整个算平均、哦、点过的名算平均，这占你学习成绩 15%， 平常成绩的一半，跟写作的分数对半就对、嗯、写作写作期中考之后，我们课程进度有写作考之后有写作、哦、到时候你知道写什么，要怕先讲，你们先准备好不好？对不对？其实应该也知道了，反正我们教学的范围有教到了需要写的地方。以前是作文啊，现在学校改了，所以写作就像你们以前作文，只是现在有特定的写作内容。然后期末、期中考后面这样好记嘛？期中考不要考完很放松，常常有人就忘记来就零分，15%就零分，很要命。有的是因为那个分数不及格，啊、哦，学习莫及，所以要记得来考完期中考，要记得再来写作，啊、哦，当写作。然后写作和期中考的时候，还有期末考，期末考是学校管你准不准假，期中考是我管，还有写作。你除非有重大事务，比如说你要开刀，你要医生证明我非要这个礼拜开，而且要写你的名人某某某，不知道只是就诊证明那不行啊。哦，那如果除了意外，有警察开的证明。对，正式证明我才能准，因为你准了假之后还要跟其他两班的人去补考补写，很麻烦的、嗯、所以这个不像平常，平常就像刚刚讲的、哦、你睡过头或怎样，你告个假就好，可是这个不行，一定要正式证明，而且不可抗力的那很行。比如说现在有时候防疫假，对不对？也许你被那你有正式证明，好、啊，那就准，可是还是要补啊，因为如果防疫隔离的没办法，还是要想办法。我没成绩啊。总之是麻烦啊，不要平常太轻松了，就这都是刚刚提到了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你看文言文又出现了，这句话都听过吧？那我就马上问你嘛，我考一个最简单的，大家都不会的，你说什么？所以有没有人说不会的？小学就会了没？我问你锁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用这个锁，不能用绳索的锁？钥匙锁的锁，他用这个字一定有他的意义嘛？你只知道所以，连锁天天用的所以都不知道。乙呢？为什么用那个乙？不用蚂蚁的乙？你先读上去，你看，你以前老师有没有问你这个？你的国文在干嘛？你自己想想看。啊？所以不知道，只知道所以啊，所以这样用，所以才有人喜欢写注音文、火星文，不是吗？反正管他的，反正只要会念这个发音，靠这个词汇就好了。管他写哪个字，为什么人家说你写笑人家写错字？它有意义嘛？你看我们讲字义，哪个义？正义的义，跟正义的义是一样。你既然想要乡民的正义、社会的正义，为什么字义就好好？它有正义，所以才敢说你错嘛。你不是那个义就是错，读音错、字形写错都还可以原谅。字义错是绝对不行嘛，因为字义才是传达我们语言表达沟通的核心嘛，对不对？哎，所以什么意思？
以就是因为因，所就是因此的此，所以所以就是因此。你们还学过一个文言文叫什么？有没有学过这个？啊？有没有学过四语？高中毕业生好像都学过，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教了？我想可能一个没有一个老师讲这个，是以就所以嘛，是就是此啊，以是因为嘛，这要倒过来读，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睡过头所以迟到，所以这里是不是用所以造句？是不是因为我睡过头这件事就是此，代名词，因为这件事才有后面，是吗？这叫文言文，这叫白话文嘛。你根本知道，你天天用白文言文不知道，你不服气，你就问自己，随便拿个词，你以为是白话的，你偷哪个？像刚刚匪夷所思，你什么意思啊？匪呢？为什么用土匪的匪？啊？不知道，你就知道那是文言文，你在用哦，生活用白话文，白话，你喜欢白话，那讨厌文言，不懂你在讨厌什么，那不要用这些。像刚刚生日快乐，不是也是文言文吗？你以为是白话文，那为什么一问都倒？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病，你看为什么我们叫老师，人家叫医师，你是这个学习障碍嘛，学习有病，所以老师给你诊断要这样改，对不对？那医师是管你生理病，是这样啊，所以叫师嘛，把你把脉诊断出你学习的障碍或症结嘛，或是健康上的问题嘛，这是心智上学习上的。那所以然什么意思？怎么办？知道那件事的怎样为什么这样？这个所这边也是代名词，可是这里是翻成什么跟此一样是代名词。为什么？因就是为，你现在才知道，因为原来是同义副词，对不对？你常用的因为，有时候用因，有时候用为，你也可以翻成知道它因为什么或因什么，是不是也可以？哎，对不起，因什么是这样？什么是所？所是代名词。就是是也是，是对也是代名词，是此。以前可能有教到这个适当使用，对不对？代名词带什么？通常带就是前面讲的。今天才知道所以。第九种啊，所以知道他然是什么意思？如此嘛，这般这样，知道他这样，还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为就是以。什么是所？这样是然。我们的课就是要把关这个，懂不懂？不是啊，我会用所以的，就问你所什么意思，以什么意思，然都不知道，这样就不行，就会被砍掉，懂不懂？痛苦是在这，可是你会了呢？你出去，你觉得你比人家提等吗？而且这也不是文言，是生活都在用的，人家不知道，你知道。你有没有佩服我们？用的中文竟然不知道，用了一辈子，所以大家都在用，就以什么所什么不知道，这不是愚民政策吗？反而听到愚民政策，愚笨的愚嘛，就很反感，成天在那，对，你用了半天就完全不知道以什么意思，所什么意思，国文老师也不讲，也不教，那这样薪水照拿，哎，这个到我 YouTube 频道，我教材里头就有，像这个《兰亭集序》。你在 Team 里头啊，也有叫啊，我这里没有登录，刚好没有登录。Team 里头有上课教材里头，我有上传。然后哎，刚刚讨论区这里有没有？课文讨论区。下面这个，因为上面 Google 我里头有程式，他以为那是病毒。你看又来了，病毒是以为好像会生病，电脑病毒是什么意思？恶意程式嘛，它不是真的有什么像我们现在新冠病毒这种病毒，它是拿来用文学形容它，是像病毒那样。你点下面这个就可以下的，我只要用我这个下都没有毒了，我自己都在用，有什么毒？不要被它像那，你看 Google， 这我自己登录了，可以下，我给你们这无痕模式。那你就用 Dropbox 那个连接去下，好吗？要不要误导啦、啊？可能你在别地方下，我就不敢保证了、啊。你在我们客服系统，我的 YouTube， 反正是我的东西就不会。
哦，你在别的地方，人家可能下载了，给他装了什么，再给你上传。哦，客服系统，这里，我在我们那个 team 里头啊、哦，现在这个 team 这个软体里头，这 team 吗、啊？哎 ，team 关掉了，这个，啊、哦，学校这个现在为了新冠状病毒隔离。教材里头像那个兰亭集区，这里就你可以看到什么实境秀，这就 YouTube 的东西有没有？甚至我那时候还传到 YouTube。那、啊、这有时间轴，这以后上课再讲。本课注重了你这两节课，大家知道对不对？那、啊、里头有一个我要传你的方法，你要熟读。像我们刚刚已经碰到了哪些方法，去把它归纳成九种、十种，那牢记。下一次碰到难的、不会的，想想看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你看刚刚的干是不是在这？干就是怎样，先抓动词嘛。你干读成树干的干，谁听得懂呢？干干干，干了半天没在干，不是吗？这就是动词抓错，词性抓错，读不错，读错读不会。再来，谁干谁是不是不能弄错？不能变你干我是我干你，对不对？变你干我就是错了。是光在骂话的时候用国文，你是学会读不懂读错，就是这些出问题啊。把它归纳起来，以后碰到想想看是不是动词没抓好，词性弄错。还有刚刚那个新年快乐，你看找对主词啊。看生日快乐，对不对？这里就生日快乐的例子嘛。新年快乐，不要变成生日在快乐。刚刚金风玉露相逢变成玉汉露，哦，风汉露。金风和玉露，风和露相逢，不是人相逢，啊，变拟人法，你看，这就叫九阳九七，就是有九招七招合起来刚好降龙十八掌。这个龙是什么龙？名字取得还真好，我是当然取金庸小说来写。这个龙刚好有一本书很有名，叫《文心雕》嘛，有听过这句话？对吗？所以你就可以降这个文心之龙，当然不敢说保证你百分之百，可是六七成以上，绝对出去给你冰棒底了，对不对？我录那么多时间后都是公开的、啊。你看这个刚刚提到，注意文言文和白话的关系，所以，请问是白话文言，知道了吧？文言呢跟释义是一样的，哦，释义你上课学，所以就不教。对不对？所以跟释义不是一样，代名词放前面，因为的因写在后面，一模一样。这个刚刚都提到了啊，上学期这一本，下学期这一个，啊，考古题刚刚也提到，看一下。本课通识教育，我们学校的通识教育的精神，主要当然我们通识国文就是语言表达和写作的能力。再来资讯应用，你看老师也用了那么多资讯，首先跟你讲。学校提供你的，你花那么贵的学费，你现在看到我这是什么云端呢？学校公用云，你要善用，这很贵，台大都没有了，有没有？所以你这个才是我现在这，你现在看到这台电脑，我这个是云端电脑，我现在开的这个，所以等一下我把这个关机，我上另外一堂课，它也是开的、啊，它在云端上，这个你可以申请，这叫华冈学习云。第二个是 Google Drive， 学校提供无限容量。无限哦，我现在你看我用了多少？你是唬你哦？你看你老师用了多少？看到没有？注意那个单位是什么？14T， 你外面有没有给你14T 的云端云点用？证明呢是无限哦。可是你看最近有点机车，要把我的讲义你看当做病毒给你封杀，不给人家分享，很机车。可是你们应该很少会写程式什么的。哦，这个至少这两个啊、哦，这资讯应用能力嘛，社会关怀一样啊。刚刚我们学茂林修竹，也知道修理的，也知道修长，是不是？生活上有关的啊、哦，多元文化一样，答案只有一种吗？像刚刚我们讲评分方式也是啊，你要答得好，不是说哦这一题五分才有五分。答得多，你可能可以拿到15分，我最多可能可以给你4倍到5倍的分数。一题5分，你可以拿20分啊，对不对？那一题20分呢，你可能就拿50分或者80啊。那
刚刚看到考古题的，白纸黑字嘛，我敢给你那么多，看你有没有料啊？都是说天下检验不是打马赛克的，只有你们名字各自把才给你挖掉嘛，对不对？答做了什么答，里头是什么墨水，都是要给人家检验的。课后如果有需要辅导，就是跟老师联络。哦，你害羞或怎样？哦。啊，像刚刚那个 slide 我没回答完，现在是继续。哦，有营养的才回答，有意义的没有，对吧？啊，还是要提一下，里头只要你是开玩笑就算了，我们也不那么严肃。只要是你很认真讲那个有些五四三的那个，我真的很有趣，我们教育怎么会教成这样？哦，嗯，你要想我们台湾这样哇，你可能讲不出来的话，可是我看到很多人笑，难道你们都是这样吗？哦，那自己刚刚该讲的我也讲了啊。哦，要活得太开心，嚣张起来了啊，忘了宇宙还很长，还很大。智慧财产权，因为我没叫你买什么书啊，也就叫你去借书了，你要买你自己注意就好。然后上课的品德教育，记得带个垃圾自己要带走，然后不要吃东西，可以喝啊，真的饿的话就出去吃，吃完再来上课都可以啊，在门口吃，边吃边上都可以，只要不要在教室，好吧，留给教室最后一点尊严。敬重他，也尊重自己学的东西嘛。好，那就这样，有问题再跟我讲。那宝儿，还有什么今天不要讲的？今天不可能点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点侯振声，好吗？哎，顺便问那个同学名字好，除非你要退选。廖什么鱼在吗？怎么打？怎么哪个字？啊？哦，敏鱼啊，想到这顺便讲，学打字哦，我以前也是打注音打得很顺，你看我现在打仓颉，这样你不会念的字是不是也打得出来？哦，这样老师都是以身作则，是不是这个名？没错哈，哦，对哈，哦，啊，那我举你为例子，好，今天我来对不对？就是65，你看这个是不是即时分数你就知道了，哦啊，今天不点名呢，我就会这样。像刚刚那个价单就撤销，就是这样，能了解吗？好，下礼拜见。考古存在哪里？讨论区。科普系统讨论区，课文讨论区啊，课内都在课文。哎，第一个好像就是考古题嘛。可以拍一下这个？可以啊，我可以拍照。谢谢老师。那个请证据报回信。那放一个，对了，就被放，我妈这就被抢。之后上课要用单机继续的讲义。